我从退了伍之后就开始做房地产，做了20多年。我的梦想是成为全台北市第一名的冠军中介，我要做一个全台北市最 top 的 sales。应酬太多，生活上的不规律。4年前，我的心脏这边开刀。万一有一天我要是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能够留给我的太太、我的小孩什么样的东西？你工作当中你会获得你想要的东西，可能你会获取金钱去买到很多欲望中的东西，你会忘记你自己快乐在哪里。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建造我想要的一间民宿，里面全部敲空，就留下一个前面的墙，其他全部都是我自己这样子一砖一瓦再把它弄出来的。你要去要去金国市马路 The bus station 谢谢啊，不会，谢谢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台联。OK OK OK Welcome OK 拜拜。